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永淳。我是传说中的大师姐宜君的国中同学。我记得我是在4年多前来到这个教会的，那时候教会真的还很小，那时候只有牧师一家三口，然后加宜君还有汪妈妈。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看到就只有我们6个人哦，那时候很温馨。没想到过了4年之后呢，教会天天的茁壮，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温馨的大家庭了。那我记得当中有2年我到了花莲去，我不能够常常回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。可是当我回来之后，发现我真的还是很爱这个教会，因为不论我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些挫折，那只要回到这个教会，都会觉得在精神上有很大的支持。所以也让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勇气，支持了我往前继续去面对很多的一些困难。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很欢迎大家能够常常来的地方。那大家可以在当中领受到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，在我们当中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爱。那欢迎大家常常都能够来，谢谢大家。